来，各位后兵又干不后兵又导抗的犯人芝麻又来了。今天是导抗社军事部的第一次出团。那导抗社军事部的出团呢，做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就是摧毁五星旗。摧毁五星旗，让我们全台湾人民都可以知道，台湾有一群人是决心让台湾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被中华民共和国或者他的后继者所统治。那我希望在台湾民间能够有越来越多人能够有这样的共识，那共同保卫台湾母亲的未来。谢谢大家。台湾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亲盟打哦，他们敢来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会像等一下的五星旗一样。台湾，很爱等台湾人的台湾，不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所以，你上爱来一片，来，占领俺的台湾，先进攻啊！